你想大去边啊？冷静啲，唔使咁大力嘅。你系咩人？你想点啊？识到边度嚟噶？你咁做都系为钱啫。冷静啲，我仔一定会俾赎金嘅，唔使要武力噶。喂，出句声啊！救命啊！Be patient. When the time comes, you'll be the first one to know. 咁你知唔知道边一个同宝光咁大仇口啊？要揾到雇佣兵嚟杀佢条头。雇佣兵？以我所知，近期咁心牙齿印嘅似系你个仔喎。有件事我同我太太商量过，希望讲出嚟可以帮到你哋警方破案，揾到杀宝光嘅凶手。喺宝光失踪之前。 佢曾经绑架过我太太，喺我太太逃走嘅时候，仲俾佢哋整伤咗块面。点解咁大件事唔报警啊？我唔报警，因为我觉得好奇怪，点解会由宝光嚟逼我推翻高毅峰嘅股价？所以我怀疑。 幕后嘅主谋系我二叔厉东海。魏东海为乜要绑架你太太？我二叔一直死心不息，想抢翻个主席位，外面传得好行，话佢揾咗地下庄家安晒佢手上持有嘅魏峰股份嚟套现，然后再喺市场上面扫货，目的就系想增持多啲自己嘅股份。但系魏峰早排因为好多不利嘅消息影响股价急挫，我二叔可能因为咁样保唔切仓。 所以先出此下策。呢啲都只系传闻同埋你个人推论，唔能够作准。佢哋绑架我嗰阵，揾咗我喺房，宝光喺出边讲电话，向人报告我嘅情况。我好清楚听到佢叫对方做海哥。咁你就照佢哋吩咐，澄清魏峰嘅不利消息，等个股价升翻，跟住佢哋就放翻魏大。嗯。 我用咗好多钱回扣翻啲股份。OK， 就当绑架你太太嘅主谋真系魏东海，咁同宝光被杀有咩关系？宝光同嗰个海哥喺电话嗌晒交，佢话佢做咗咁多嘢，点都要额外收多5000万去安抚翻班兄弟。之后佢仲越讲越怒气，话对方系慈禧，佢系江雅，大不了让晒出嚟，睇下到时边个大镬啲。 之后我听到佢仲攞到连电话都掟埋，所以你哋怀疑宝光嘅死同魏东海有关。但系点解我上次上去魏峰嘅时候，你哋唔讲，你哋而家专登上嚟讲？就算我同我二叔几唔妥都好，佢始终系我唯一一个剩翻低嘅亲人。坦白讲，我真好想呢件事大事化小。直至到我喺网上见到宝光被埋尸嘅消息。 我真系觉得太恐怖、太残忍，我太太为咗呢件事已经有好几晚瞓唔着啦。佢嚟到我毁容，我都可以说服自己原谅佢。但系佢而家杀人啊，人命嚟噶，所以我哋商量咗好耐，最后都决定要讲件事俾警方知。 日本嘢，成日食日本嘢。韓國嘢咯咁。喂，搞錯啊！咩環境啊？深圳的 Sir， 呢名男子喺呢棟唐樓墮下，死者證實魏峰集團前主席魏東海。 冷静啲，冷开啊！先生，你冷静啲，别嚟啊！俾佢入嚟啊！俾佢入嚟！点解你唔等我翻嚟？
点解你要唔听我电话啫？点解你要咁傻啊？你有事点解唔一早同我讲啫？我会帮你想办法，我可以帮你找最好的律师噶嘛。黎生，饮杯茶先。好多谢你协助我哋警方调查。黎生，你咪知道领尊堕楼嘅原因啊？点解头先喺现场你又帮佢找律师？你咪知道啲乜嘢？其实我今朝先就喺龙波村出翻嚟，我翻到屋企唔见爹哋，工人话唔知道几时出咗去，问司机又唔知道，当时唔系好为意，我好攰翻咗房瞌咗阵，之后我瞓醒起身，冇耐就收到佢嘅 WhatsApp， 跟住就睇到突发新闻。你爹哋喺 WhatsApp 度讲咗啲乜嘢？介唔介意俾我睇下？爹哋将佢所有银行 account 嘅密码 send 晒俾我，话入面嘅钱够我用一世，叫我唔使担心。佢仲话警察已经盯住佢，好快会查到个真相。佢话佢已经无路可走，但系佢唔想林老师嚟坐监，所以宁愿自杀。前艺丰集团主席魏东海日前在深水埗一栋有待拆卸唐楼堕下身亡，警方根据魏东海死前发出的短信内容，怀疑他与日前三合会社团圣联龙头严宝刚被杀案以及轰动全港杀夫案有关，不排除有人畏罪自杀。唉，不用再看了，所有事都跟着我剧本而行，现在全世界都当正只老狐狸是畏罪自杀。我想他连自己为什么要死都未知道。